那这两年就可以嫁人了。溢出来了，怎么溢出来？下面溢出来，慢出来，乡村情色片。一家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好。哦、好，我们在人家家里面寻宝，没有电视，电视在哪里？噔噔噔噔，找到了啊！老是破坏，接住了，还在搞破坏的现场。哎，我觉得你等一下去换一套，你穿这样不太适合这里。你这样偏辣，把它还 OK， 把它看起来他像在这里做工的人。露露在个人 YouTube 频道带着一家人到屏东潮州拜访服装师朋友的首座法式庄园，不但体会到如欧洲般的梦幻生活，朋友还直接请来造型师和摄影师为他们拍摄时尚大片。他说他要这次他想挑战穿男装，然后下半身是西装吗？穿一个靴子，还有那种下半身乡村情色片。下半身是穿吊带袜，然后配雨伞靴。对，待会要穿衣服啊，要拍照啊。要打扮一下啊，才会上相啊。对镜头放电，一二三。等一下，你脱汤了啦！一二三。你还好喂、欸，贝贝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再一次。还要再一次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觉得好像有点恶心哎、欸。我们要去做蛋糕喽。哎，要塞三次哦，这么麻烦？那你应该蛮讨厌朋友来的吧？要塞，哦哦哦 ，OK， 马上 ，OK OK， 哎，太美了，拿这花就好了啊，别玩一点。那这两年就可以嫁人了。人客啊，什么叫做玉树临风？坐一下，请自然的旋转，请自然的旋转。有觉得自己很帅吗？不敢再讲了。哇，请问你是卖什么的呢？卖玉兰花的。卖玉兰花，搞请他呢？是，开幕礼头。为什么会演变成那种农家有主题吗？农家，耶，卡哇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呦，他把瓜牛拿起来，他今天要炒螺肉，没有，这是空壳。炒螺肉，有我包你们带了一张，耶 ，OK。而且我看看瓜牛起飞了。你们再贴近一点，再贴近一点，溢出来了，怎么溢出来？下面溢出来，慢出来，出来了啊，溢出来了，好，宝宝，溢出来了，宝宝，乡村情色片。